雪花纯白耀眼，最美是吉林的冬天。街边雾凇轻盈耀眼，最暖是回家的那圆圆。大家过年好，拜年了，今天是腊月，让我们共同庆祝吉祥如意中国年。春节快乐，我们在欢天喜地给您拜年了。我觉得吉林的年呐，应该这样过，五彩缤纷，晶莹剔透，闪着光。对呀，要玩就得这样玩啊，你过年的氛围立马就有了，对吧？你说咱现在这个日子越过越好了，过年是不是少不了仪式感呢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必须非常非常赞同您的说法啊。说到这个仪式感，我觉得这样东西一定少不了，就是饺子，对吧？看都看馋了。哎，这个零点的钟声一敲响啊，第一盘饺子一端上来，热气腾腾的，甭提多香了啊，很有年味儿。是的，嗯，热热闹闹的。对，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回家过年，嗯，这次难得回来，你比谁都兴奋吧？是的，太激动了，太兴奋了。因为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吉林，然后南下去求学，毕了业之后呢，就在外面打拼。这一次能够回来，向家乡父老们去汇报演出，我真的实在太激动了。说到这儿我都饿了，就得吃饺子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其实在我们吉林啊，不光春节吃饺子，在其他很多节日都吃饺子。因为俗话说得好嘛，饺子就酒，越吃越有。哎，所以说呢，无论是新年俗还是老年俗，这过年呢就是要给大家送祝福。所以我看呢，咱们也别争了，也别比了，对，还是一起啊给大家拜年吧。祝大家在虎年财源滚滚，心想事成。经理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整岔劈了。是，刚才那老外不是投资商。哎呀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投资商是你小郑老师的朋友。这是小郑老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才那老外，就是来咱天津山溜达来了。你好，人呢？我人呢？我在这儿呢。不是，嘿，多亏我有经验，没敢坐稳，要不还得干碎一个鸟窝。不好意思，你真行啊！哎呀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哎妈，这么巧吗？幸会幸会，撞了你啊！你俩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？你不认识整的像认识似的。哎呀，我这不经常看到小视频吗？这家伙那东北话说的老带劲了。我也老看他演的电视剧。你叫啥来着？叫那个，不是一博。哎，对对对，一博是吧？张聂成，是是张老师。大橙子，大橙子，你咋搁这儿呢？我在这儿录短视频呢。啊，那你呢？这边我家呀，这不过年了吗？不得给咱家这个大爷大娘啊，二大爷二大娘，三大爷三舅们的拜个年吗？在这儿给大家。等等等等等等，
你就这么拜年呢？那是东北人不？几个意思啊？不是，咱这儿过年得演节目。啊，表演节目呗。是啊，那没事啊，表演节目，那你录视频呗。哎，太好了，咱就一起呗。那一起吧。哥，唱歌的我不行，这还得我们经理。那行，他俩唱，我俩立缝行吗？行啊，行，我先帮准备一下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跟你说，生不会如花香。你说大好山河是我爱的中国，路艰难坎坷我也要爬上山坡。我走过昆仑山、喜马拉雅、大别山、祁连山、贺兰山，万里长城在上边，多少年从未变，一路江山美如仙。人世间天地间，中华儿女英雄传。最坏穿林海。